今天是2015年4月28日，陈嘉祥领队带着幸福西藏一团的15位来到龙门客栈吃午餐。这个客栈呢，从来没吃过的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就是所谓的那个冈巴拉山，以及这就是所谓的非常漂亮的西藏的三大圣湖之一的羊卓雍措。这边海拔呢，大概是接近的4400米。你看，我们最美最帅的玉珍姐、淑丽姐他们在这边拍照，她都想要跳下去游泳了。我现在360度，让幸福西藏的朋友看一下整个羊卓雍措湖之美啊！而且呢，我们选了这个餐厅呢，简称叫龙门客栈，连我都还没吃过了。等一下不晓得吃完会怎么样，大家拭目以待。不过应该还不错啦，应该还不错，大家拭目以待一下。Hello。我们错开他的。